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2-2的这个部分。那第一个，我们来了解有关那个界面啊。那界面里面的话，有关我们可以学习到第一个是有关那个这个界面哈的基础跟界面的建立与使用，还有在类别时做多个界面。那特别注意哈，那个继承的话，在 Java 里面是没有办法多重继承，你不能继承两个，就一个以上的那个类别，但是你可以继承哈，你可以实作，应该可以实作多个界面啊 ，interface 是可以多重的实作啊。OK， 那这里的话呢，首先什么叫做界面啊？界面的话呢，可以替这个类别的物件呢提供共用的界面，那就算类别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啊，一样可以拥有共同的界面啊，所以这点要特别的共同，如果就是也就是。有些部分你要把它设定为我将来撰写程式的时候有一个共通的基本准则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写成所谓的界面。那如同这个网际网这个像网络沟通一样不管是 Windows 或 Unix 那这地方都可以用 TCPI， 这界面有点像类似这样子共同的一个方法，大概一个观念。那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一个简单的范例，比如说的话呢 ，car 跟 cd 都拥有get price 取得价格，就是车子跟 cd 这两个如果是类别的话，那它共同性就是 get price。那 Java 的程式码可以将共同方法抽出成为一个界面如果这两个有共通性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界面里面的一个方法。那如果 book 类别也要存取怎么样？要存取书架的话，也可以直接的去实作什么这个iPrice 的这个界面也就是如果说像车子啦、CD 啦、书本啦，它们共通性都有价格的话，那其实就可以实作出一个 interface 是一个价格那可以同样取得价格。OK。那再来的话，我们大概来看一下界面的建立与使用方法，宣告语法大概是怎么样那在 Java 里面呢，界面和类别一样都是参考资料形态参考资料形态。界面的话可以定义类别的行为，那内含常数和方法的宣告，但是没有特别注意重点在这里，没有什么呢实作的程式码，就是说里面的话没有程式码。就是说呢，它只有做一个外观一个样子出来，但是没有真的去实际上是做程式撰写的动作这边没有实作的程式码，这个地方最重要。当类别呢实作界面时呢，就是如果今天呢你一个类别实作界面的时候不是继承是实作了不是，因为这个类别是可以继承的，但是界面的话是叫实作那类别需要实作，也就是我今天呢实作这个界面的时候，我要去实作，我要去写成程式的话，不是写在界面里面，而是写在类别里面那所有的界面方法那 Java 界面呢可以宣告常数和方法，那宣告的方法是一种抽象方法，那所谓抽象方法就是指什么？里面没有程式嘛，有一个方法名称。却没有一个程式码，不用写程式这个是所谓的界面那语法的话通常是 public 如果是 public interface， 然后呢界面的名称，那里面的话呢加上比如说常数 final， 资料形态等于什么值，然后呢界面的方法，那还有一个参数列，里面的话不需要撰写程式这个重点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OK， 接下来的话呢比如说我今天宣告一个什么呢，宣告了一个这个叫做这边有一个叫 I area 就是比如说我们计算面积好了那它是一个 interface， 里面的话呢它有 final 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常数，常数的话就是 pi 里面的值的话就是 3.1415926， 然后呢要需要做有一个什么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叫 area 那 every 里面你会发现它只有小括号可是什么事也都没做，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界面界面。那界面呢拥有什么呢，一个常数 pi 跟什么呢，一个方法 every， 所以呢那方法的宣告成 public
或者 abstract 的修饰 ，abstract 就抽象的修饰词啊。那方法这个地方我们是宣告，我们前面没有放修饰词的话，预设哈，它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public 的一个 array 哈。然后呢，前面在常数前面会放 public 或者 final 或者是 static。那这边的话，我们是放了一个 final， 把它宣告为一个常数哈。所以在这个界面里面，同样会有什么呢？成员的变数一样会有成员的方法，只是方法里面没有做任何事情。那我宣告好一个界面之后，我要怎么去存取啊？那这个地方的话是要实做。首先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呢 ，Java 类别啊，这个可以实做界面啊，是实做不是继承啊，这个观念要特别是实做啊，实做一个界面。那实做要怎么样去实做一个界面啊？我们的语法通常是这样，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语法就是用一个叫 increments， increments， 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一个界面的第一个名称跟第二个名称，所以它可以多重的什么呢？实作，有点类似多重继承的、啊、类似，也就是如果问你说 Java 可不可以多重继承，答案是不行的，但是呢它可以借由多重的这个实作界面来达到类似多重继承的这个效果、哦、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是一个特要不需要注意的观念。那类别使用啊 ，implement 啊的关键字来实作界面啊，如果实作界面不止一个的话，中间用逗号分开来啊。那在类别呢宣告需要实作的界，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有 implements 这哪一个界面的话，那界面里面有这个建立的那个方法，你就要实作出来。就是在界面里面没有实作任何程式嘛，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实作了它，那你就要把程式写出来。好，所以基本上界面有点像，我就大概定义出一个轮廓，那里面要怎么做的话，你们自己去发挥。就好像我今天出一个题目，我今天要什么东西，那里面我不告诉你怎么做，我只给你题目嘛，你后面你自己去发挥。可能 A 发挥是这样 ，B 发挥是那样，每个人发挥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界面的话，就是一个共通的哈，类似一个共通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那后面自己要去实作出来哈，所以叫实作界面。OK， 那这里的话我举个例子啦，这边的话我们就大概举一个哈实际的例子来看好了。这个地方，等一下的话，各位可以一样建立一个专案名称，专案名称的话就是5-2哈，5-2。那5-2的这个范例呢？如果今天呢第一行哦，特别对你的 coding 的时候，就是先建立一个 class， 那 class 的开头第一个就是我建立一个什么 interface， 那这个 interface 的话，interface 记得界面就一定是 interface 开头，对不对？然后开头后面加上一个 I array， 就是我这个的界面名称就叫做 I array 啊、哦，然后呢再来哈、哦，这边这个名称有没有？记得关键是 interface 不是 class。前面我们建 class 就 class person， 那这边是 interface， 那里面的话我宣告一个常数叫做什么？叫做 final 啊 double 了哈，它的名称叫 py， 然后给它一个值，那再一个什么 void 小括弧，因为完全不需要做程式嘛，就像我今天丢题目给你们，我也没给你们答案嘛，就是告诉你题目是这样子 ，OK， 好，你这里面要，那再来的话呢，我今天如果说我这个 class cycle 它怎么了 ？implements i every， 就是因为我实作了，记得关键字不是 instance， 前面我们是 instance， 是 instance 类别。那如果后面是界面的话，是叫做什么呢？叫做 implements， 这个地方要记下来的，这个也是 keyword 哈。然后呢，我因为我实作了这个，所以将来我一定要实作什么呢？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实做，所以这个方法我一定要在哪里呢？在我这个里面做，那做什么事情呢？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啦，反正你就给我，就像我今天丢个题目给你，你就要给我个答案嘛。那这里他做一个什么呢 ？System 点 print 啊 ，print line 什么呢 ？print 什么呢？就是圆面积等于这个 pi 乘上 r 乘上 r，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存取什么常数。那因为我有实作它，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存取得到什么拍这个值，所以这边有个拍，所以呢我可以去取得拍的值，它是一个常数啊，所以这边也可以取得界面里面的一个常数啊。那这边的话里面建构值部分啊，我们自己这个地方建构值我想就自己做一下，里面的话取得 XYR 啊这三个，那这三个分别其实就是指向我们自己本身啊，就是这上面这三个成员变数，这个比较不是那么重要，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建立 interface， 如何 implement，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哈，界面的实作部分。OK， 我想各位哈先试着大概了解一下这一个 implement。那最后的话，这个是我们是三个部分，一个是 interface， 一个是 class。那主程式部分的话呢，就是5+2+2哈。那这个地方我就建立就是宣告一个什么 ，C 是一个物件啊，那 cycle 的类别 new 一个 cycle 里面传的总共有几个变数呢？总共有三个变数 x y r， 那传送过去之后的话呢，就是传过来之后接收放进来，那再来的话呢，我就在执行哈界面里面的方法 c 点。Every， 那这个 Every 因为呢我有在这边实作了，所以实作之后的话会 print 出去，那 print 出去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呢会显示什么呢？显示一行，就是显示上面这一行原面积是多少算出来，那再来底下还会显示出来是 Pi 常数加上 iEvery 点 Pi， 那因为我要存取界面的话，其实还有个方法，就是在这边加上这个界面的名称点拍，一样可以存取得到什么呢？这个界面里面的那个成员变数。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有 run 了一个这个 sample， 那 run 出来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 ，run 出来直接执行，那各位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先怎么样呢？把原面积先输出，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原面积输出是在 C 点 every 这一行，对不对？那第二行是什么呢？就是拍常数部分，那我要存取这一个界面里面的拍的常数的话，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可以用这一行，就是 every 点拍啊。实际上，基本上这个如果你撰写好之后的话，你再点一下之后，实际上也可以找得到拍啦。因为呢我们界面如果我今天有 extend 的关系的话，那通常这个地方我也可以去存取得到哦，存取到这个拍的值哦。那这边的话，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啊，这个地方哈，我们主要了解这个界面的建立啊，建立方式可以试试看啊。那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章节啊，下一个章节我们是再来后面再继续讲多重的哈，多重界面。也就不止一个界面了，我们两个界面，那两个界面有多重的实作。